我爷爷开心，黑着和我看着他开心才对。找个弯，找个弯。我去锤。那排球是用手打的。妈妈，我去锤。这边，用这边。妈妈，我去锤。这怎么打？就是你压好。妈妈。反正狗追着蛮不行哈。狗都和我小。明天我来好心抱，抱多抱点。好了，你爷爷好小哦。放弄到放点盐巴，弄到就干净了。爸爸，我脚就开始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对，就是要吃饭。就是这种吃法，不是真的很好吃。多能聊玩。你吃的越多，我们越开心。这有什么加？习惯了吗？因为说明合适你的胃口嘛，是吧？对啊，习惯。就怕你就怕做了吃，怕你胃。糟糕了。他是像这样夹的。两只嘛。就我们那间两只，两只，我们两只是两只，我们是两只嘛，其实。对。老公，我你们慢慢吃哈，我需要去接个人。嗯，我去接我那个表弟。回来。嗯，刚才那个是表妹，刚才回来那个，还有一个表弟。也是你接回来的。他的亲弟弟，不是。他们今天学校好像出现什么事情，然后放假了。今天才周四嘛。嗯。本来是周五才放。刚刚那个小女孩。对，然后他有一个弟弟嘛，也在一个学校读书，他还没坐到车。他刚好坐到街上了，我现在天已经黑了嘛，我去接一下。明天吃哈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我们那里翻翻吃掉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奶粉好吃，奶粉好吃。